院直接种打交整没啊。今天来的接种打交整合适240235。心中他的在家是九头猪，九头猪的这老哥是像目前木质兽，给不有点木质条件的三年木质。他是前两月行情那时候还是8块9块那时候，他给他的会员木质啥的相对价钱不低，3500啊，这个都买七八头木质都买，相当于是咱们收自个宰地里，马帮他也留了七八头。这老哥67、8，他一直为这值，这真的农民都是边边收入，但是这年龄对他能干还是不停干，农民是最苦。看个会儿。这只皮很，我那都不懂，咋都不懂。得采取措施，不采取措施是不去了。我用的专业，你妈的穿，不上这的上。他这一卷子，今天这视频就到此结束。